各位朋友好，今天是刘卫华大师珍藏刮胡瓷器的第144集，也就是第144讲。今天给各位介绍一件极为罕见而又非常的优雅又非常的具有神秘感的这么一件瓷器，打灯先给各位看一下。哦，仙气缭绕，仙气缭绕，看到没有，一个美女，一个仙人。其实整个的名称，画片的名称就叫做八仙图。八仙，对了，就是八仙，在我们道教信仰中最接地气的八位神仙，所以八仙，八仙尊。好，换一个角度给各位再看一下。这个角度看，哦，这样英挺的这一个人背着一把长剑，腰间悬着一把长剑，这是谁？八仙人物里面的领军人物吕洞宾，所谓的吕主是也，身着长袍，而且蓝色的长袍里面还带有那种补字，显现他的这种尊贵，气宇轩昂，眉眼之间呢，眉毛高耸，又带有胡须。所以我们看人像学有一句话叫少年两道眉，临老一临须，这真的是英雄人物，仙人中的英雄人物。再转，哎，再转一点，再转一点，我把灯打弱一点，我看花就会闪光，会反光，这样能够看得清楚。先过来一点，先过来一点，感受上这两个人物造型上迥然不同，迥然不同。在前面的拿了葫芦的，大家可想而知是一个什么，叫李铁拐。李铁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李铁拐。后面的这就是吕主，腰系长剑的吕洞宾。好，再给各位转，这中间是将右的象耳，将右的象耳。这样再看，这样再看，前面的这一位呢，拿的花篮的，对，就是蓝采和，蓝采和，哈哈，蓝采很精彩哦，它的整个的布局构成，它的这个底色，所以这叫做右下三彩，这叫做右下三彩，右下三彩，甚至于你说它是右下四彩，我也不反对。让我到时候慢慢到来。这个人很奇特，拿一个花篮，蓝采和啊，是个才子，也会唱歌，但是有点疯癫癫的。你看他的脚丫子，一个脚
穿着鞋子，一个脚是光的。这就是蓝采和的性格，他把人物刻画非常的入微。现在又恢复流行了，你看我们这个现在最有名，全世界最有名的歌手呢，就小泰勒斯 Taylor Swift。 Taylor Swift 他每次表演的时候，他穿的那个马靴，两只你注意看颜色不一样。还有重量级拳王，现在统一江山的重量级拳王跟轻重量级拳王，最有名的那俄罗斯的，不是，抱歉，乌克兰的，他练拳的时候，你知道他的拳击的靴子也是两个颜色不一样啊。现在流行了，这个发自于谁呢？发想于蓝采和。你看蓝采和的假牙子啊，哎，这个就三个人物同在一个画边上，很精彩，这很精彩。吹笛子的就不用说了，韩湘子，韩湘子喜欢吹笛子，我也喜欢吹笛子，但我不是韩湘子啊。笛在中国古代啊，本身这丝竹乐器里面的笛子，随身那个携带，又可以当乐器，又可以当武器，又可以当装饰的，随身装饰品的这个笛子，带着一股仙气，从韩湘子吹的笛子，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上面还有题字，这上面题字啊，因为后半段的落款模糊，解不出来，所以这部分先予以保留。他旁边的是釉里红八仙图三个字。这个角度看啊，蓝采和不是韩湘子，韩湘子跟蓝采和后面还有一个人躲在这个地方的啊，就是我们大大的，也是八仙的领军人物之一，汉中里，就是汉中里袒胸露乳，手上拿的什么芭蕉扇子是他的一个特征。他们手上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个法器，就是八仙有八宝，或者人家说只画八宝不见人物，那叫做暗八仙，只画他的法器啊，所以是非常的精彩。汉中里也是领军的人物之一啊，领军的人物之一。好，他也是这个蓝采和的什么老师，虽然躲到后面，可是那股仙气啊，却是挡不住的一股仙气。上面这个八仙图三个字写的非常的什么，也是具有仙气，非常艺术的三个字，八仙图，釉里红，又带有绿斑绿胎的釉里红，这标准的清代的釉里红发色。清代的釉里红就长得这个样，各位记得有它的一个特征，这跟明代的釉里红迥然不同啊。这样子过来看，这又是象鼻子对头嘛，这个象耳尊呢，象耳圆尊，看到没有，象耳，象耳是用酱釉的，象耳非常的好看，也显得什么天下太平，所谓的太平有象，这是一种吉利的象征，这是皇帝帝王都喜欢用的什么象，就是太平有象。你看北京故宫，尤其是珐琅彩啊，掐丝珐琅，很多有关象的这种雕塑啊。好，我们再转这个角度看，特别奇特的
一个小驴子啊，一个小驴子旁边跟着一个仙人，这个有稍微有概念的就知道，这个跑不了张国老。张国老骑着小毛驴，手上拿着鱼板。张国老，我再跟各位讲，釉下三彩比纯粹的釉里红，比纯粹的青花瓷那要难度高，复杂得多。釉下三彩又加了一个斗青彩，难度更加的难，三位一体。所谓的釉下三彩加了这个斗青呢、它除了烧成的气氛啊非常的严苛，它既要符合钴蓝料，又要符合铜红料，又要符合斗青料的这种铁元素，它的温度，个人喜好的温度是不一样的，要能够什么积极公约数，所以成品率是非常的低。所以你看拍卖市场上偶尔见到一个，而且都被别人拍走，为什么？它的数量稀少，喜欢收藏的人就是要收藏什么真金还有什么锡啊，这个都符合了真金锡。这个小毛驴我再透露一点，那更难得的地方，因为釉下三彩还包括博弈雕刻，它还有对釉的效果，用博弈就像我们的田黄石一样，博弈的那种雕刻的金彩工，所以它人物跟景物它是立体的，它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所以手摸起来它有起伏感。小毛驴身上，各位那个铜红釉啊，那铜红玉有带着绿胎的，人是衣裳，马是鞍，它的小驴子的鞍上面，你用放大镜稍微大倍数一点放大镜看起来，哇，里面还有雕刻的纹饰呢。所以它的书舞台上它就加以雕刻，然后最后再上彩挂釉去烧，所以它是立体的，而且它的纹饰非常的精，就像战汉时期的那种很精彩的那种工艺，很精巧而且犀利的工艺啊。他头上的这个人物，各位猜猜是谁呢？戴的有点像个小皇冠一样。头上的这个人物，再转一点，就他了啊！他这一位，这一位神仙人物，腾云驾雾，手上拿一个什么呢？拿的是一个玉板。对了，曹国舅，宋仁宗的大舅子曹国舅，八仙，在他旁边拿着荷花的何仙姑美女。是八仙人物里面代表女人唯一的女人，而且是个美女，所以她又拿着荷花莲花，这种是什么？有莲花心，不但美而且是善良，又代表什么和和那种什么安和乐利的这种。腾云驾雾的这一位，他旁边的这个云彩都用铜红，铜红又带绿胎，所以这种颜色是非常有艺术感，整体来说是非常有艺术感。然后再加上一棵梅树，一棵老梅树，哇，它整体的这个韵味啊，韵味十足啊！各位讲的这一种韵味十足的感觉，韵味十足。所以我从不同的角度照给各位看，我也站久了腰疼啊，我也去坐着跟各位聊一聊。好，先给各位再转一圈，感受一下，感受一下。这个是一个宝贝，哈哈，也是我收藏多年，我这两天拿出来了。昨天的玉壶春瓶跟这一件，都是我收藏了30年以上，而被我冷落了多年。什么原因呢？我就不在这边说了。被我冷落了多年，然后我最近才把它拿出来清洗一下，
就擦拭干净，重新再去什么欣赏它的美。所以啊，有的时候啊，我们人的追求都在追逐的一种心，哪怕是老婆也好，对吧？新人从门入，旧人从隔处。我们小的时候念的书啊，不是有这么一段：新人，地位重要，走的大门；小人是什么？旧人从隔处。啊，你换老婆，永远都是新的。好，这种人的这种心态，有的时候是需要什么反思，需要什么自我检讨。我们收藏珍宝也是这样，有时候要回来反刍一下，要回来什么反思一下自己早期的收藏品，中间可以二度的得到更珍贵的东西，说不定踏破铁鞋无觅处，回首什么真正的宝物就在灯火阑珊处等着你。好，我们这个用微弱的光给各位照一下，用微弱的光给各位照一下，这不晓得管不管用啊，可能还是强光比较好看，强光比较好看，微弱的光啊，也可以给我看一下微弱的光，感受一下，感受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八仙人物，八仙图。现在人都喜欢八字，我就拼命比这个八，八仙图。虽然他八仙图三个字写在这边，这真正画面我喜欢看这个地方的画面，从吕洞宾开始，从吕祖开始，那种带着长剑，带着一股剑气，一股剑侠的味道，而且在彩云端的这个什么超国舅，他是代表的什么富贵，贫贱富贵里面，他代表的是一种什么贵，因为他是皇帝宋仁宗的大舅子啊，开玩笑，他当然是代表的，可是他依然修道成仙，舍弃了人间的什么荣华富贵，了不起。这一面再加上因为这边有美女，这个是吧，再强调八仙美女，美女旁边这个老头骑驴子的这个老头张国老也很可爱，善良而可爱，所以这一篇我反而特别喜欢这一篇的画面。我再比一下八仙图，这是我今天说给各位成好，然后是负责任的，还是再转回原点，八仙图，公平，不因为个人好恶，要做到雨露均沾的啊，八仙图公正。我们讲的公正廉明，我们以前做公务员啊，为国家做事，抛头颅洒热血，但是一定要记得凡事秉公处理，这是我的一个态度。从我当小官到后来是什么带领的兄弟做事，我都一个态度，秉公处理，公事要公办，公事不能私办，不能像那大阿哥一样把公事什么拿到官邸去办，混淆不清，所以造成的虽然案子还在进行之中，在诉讼之中，可是总是毁得一世英名的，对不对？我们看得到，哎，桃园现在进步很多，都有他的一些
建设，就是不能抹煞。可是那一点上，你要是不能秉公处理，就会造成。好，我们这个八仙也是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启发，八种不一样的人物，它代表道教神仙里面最受欢迎，而且最接地气的八位神仙。再照一下，容我一跟各位道来。我想还是，好，我先讲啊，咳咳，什么叫做右下三彩？右下三彩又称为右下三宝。大家晓得青花高温1300度，就钴亮烧成；釉里红1250到1280度，用铜离子做成色剂，在高温还原焰下烧成。那还加上一个，你看不一样的这个颜色，这个叫做豆青。当然豆青有些会偏青一点，有些会偏黄一点。那我们这豆青是偏一点黄红，这个颜色更是比较少见。豆青呢，什么成色剂呢？铁。像它们最适合的温度，蓝料，青花，高温1300度，釉里红1250到1280度，这个豆青这个铁作为元素的1000度或者1000度出头，所以它是三者三位一体，要依次把它高温烧成，不是像珐琅彩也好，不是像粉彩也好，它低温多次进出这样烧的，它不是，它是照了玻璃釉之后一次高温烧成，所以它难度失败率是最高的。光釉里红就已经够难烧的。我再多讲一件，为什么我说你说它是釉下三彩或者釉下四彩都不为过，甚至釉下五彩，包括这两个什么象鼻子、象耳、酱油、口沿，跟竹根部酱釉，所以我们把它这个夸大一点讲，釉下五彩。我主要想讲的是釉下铜红，釉下铜红原金花上，原金花看的比较多，元代的铜红釉就比较少，就是釉里红。而釉也多半都是有烧飞的一个痕迹，这我们鉴定元代的釉里红很重要。一直到了我昨天介绍的洪武，釉里红才真正烧成。洪武在经历了永乐、宣德，釉里红达到了高峰。从这之后，到了成化时期就勉勉强强，成化之后几乎都失传了，因为它的成本太高，失败率太高。有一句话说，若要穷烧铜红，因为铜离子在高温之下太难掌握，太不稳定，而且还要用还原液，很难控制这个气氛，成本太高，舍弃了。一直到大清帝国统一了江山之后，大清帝国统一江山之后，康熙19年之后把御窑厂恢复，这些品种才重新的建立，包括狼窑红。大家知道狼窑红就是本来想仿永宣里面的鲜红釉，高温1300度，有铜离子，可是它也烧不成原来的那种鲜红釉，所以真的眼睛常常看的眼睛比较犀利一点的，一看这个红釉，这个就是元代的，不，这个就是那个永宣的铜红，就是鲜红为宝，苏麻提金为饰，天白中眼为藏，就是王世茂《窥天外省》里面讲的，以苏麻提金为饰，以铜红为宝。狼窑红
温度更高一点，它的玻璃质感更强一点，可是就达不到桃红釉的那种感觉，那种深邃的感觉。你看，帝王就是雍正时期的，他的妃子的画像上，就有一个柜子上摆的是什么？对，永宣时期的鲜红釉。他为什么不摆他自己的可以烧成的狼妖红啊？就他的那种什么磨骨，那个木骨啊，那个风气。我觉得清代他是所以能够国祚有将近300年的国祚，不像元代的异族统治，不到90年都不到就结束了。就是他懂得尊重汉文化，他的每一个君王，虽然他们会满文，但是他们精通汉文，不管书写的字，你看康雍乾的字，你在网络上都查得到，你看他御批的那个字，一般人呢练几辈子都练不出来的那种字。早上4点多不到5点就起来念书，当皇子的时候，所以他们有他们的一套。而他对从瓷器上就看着，明代的官窑瓷器是经常钦差带为什么官访官去访明代的，也就访明初的，这瓷器里面最受歌颂的，所以永乐宣德瓷器，就是他心胸开阔，他不会说因为明朝被我推翻了，我就践踏大明王，所以这点是很重要。你要有心胸，要有格局，我们做人处事，这是给我们一个启发。好。这就康熙19年后陆续恢复了狼窑红了。还有一种烧狼窑，想要烧狼窑红，对后期之后狼窑红就什么也变得难烧了。烧狼窑红失败的作品就是带绿胎的这种将错就错。哎，康熙皇帝本来都要打碎，都打碎淘汰打断，烧狼窑红烧失败都打碎。后来康熙发觉，哎，不要睡了，看他有几只啊，烧的红半红半绿的，甚至还有全绿的，这些都是高温的铜离子的还原焰下没有还原成功，在厌氧的环境之下，他偷氧气偷偷进来了，所以他会带这个绿胎。所以说烧失败的作品，它变得更加的艺术性，所以叫做豇豆红。我们吃的那个豇豆啊，豇豆颜色比狼窑红显得带一点褪色，淡啪啪的，带有那种那个薄骨啊，这个木骨的感觉，叫做豇豆红。你看我们这边的右下彩就呈现出来豇豆红，你说他是不小心的还是故意的，那大家各自去解读。他就增加了这种气氛，同样都是高温铜红，所以我说右下三彩，我把它解读成加上这个绿色的还原气氛，失败的部分加上一个绿胎，右下四彩，再加上两酱釉跟酱釉口跟竹啊两个耳朵，夸张一点讲，右下。右下五彩，哎，我还是从来没见过第二件。是啊，以这种右下三彩，包括那个所谓的啊豆青釉，光这种的画片，这种瓷器就非常的少，因为它非常的难烧，而且最难的给贵，我们这还不是康熙的，我们是雍正朝烧出来，它具有雍正本身是。虽然雍正儒释道他都通，儒家啊，释就是佛家，不管是藏传佛教也好啊，或者汉传的佛教，道他个人内心深处就是那个道家思想，他在圆明园他有他的道场，炼丹也好，
修行也好，在那边静坐也好，那个导引也好，神游也好，这是雍士爷，雍正皇帝硬撑的，他的中心思想是在于一个道。所以道家的八仙人物在雍正皇帝的心目中是占有极高的地位，极高的地位。所以这就是雍正。这当然他底部数的款，一般我们看外面的仿品里面有很多的类似这样的款，但我为什么我刚开始看，我也是认为，哎，这种款式有点太 over 了。但是沉淀了多年之后，拿出来再研究，我用100倍的放大镜扫描里面的，但不是完全看气泡，气泡是仅供参考。我看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内部就是晶体的一种变化的现象，哎，我看到真的是那个老气是骗不了人的，它有250年到300年之间，根据我用的简单的工具，再加上我自己的这个眼学，看它是的确是有250年，最起码250年以上的东西。不管是从它的胎，从它的釉，从它的器型，从它的纹饰，从它的化工，包括它的颜料，它的工艺，制作工艺都是一件地地道道的。就康熙不是雍正偏后期的作品，越是到雍正他后期的时候，他求仙、求道、求长生术，我在圆明园里面炼丹，火力全开。我怀疑就在那个时候，想借助了八仙的法力，因为八仙为什么说最接地气的神的八尊？它有意义，它代表的是什么？都是人修成的仙，不是本来就是仙的，没有。即便在祥云之中的，即便是在祥云之中的这个超国舅，他还是人呢、啊。宋仁宗的大舅子，他还是人，但他代表的是贵而已，他是人，由人去修成的仙，这是一点，最接地气。第二点。它不代表了男女老幼，男女也代表了贫贱富贵。富是谁呢？汉钟离，我们这个躲在刚才躲在角落里的这个汉钟离，汉钟离他汉代的人，他的父亲神仙的，他可以穿越年代的，你不要光是想的是宋代，宋仁宗、曹国舅，他是汉代汉钟离。汉钟离他父亲他是个将军世家，他家里本来就是富贵人家，很有钱。他自己后来又干到了大将军，位高权重，就他代表的是富，曹国舅代表的贵，贫呢是在拿着葫芦。拿着药葫芦的铁拐李，铁拐李本来也是个美帅士啊，后来因为灵魂的，大家听过这个故事，我点到为止。因为什么？去神游，神游告他弟子，我的躯体七天后才能烧掉，而他弟子因为家回去要奔母丧，他第六天就把他烧掉了。第六天烧掉，他第七天回来的时候找不到自己的美帅士的身躯了，只能赶快趁着火熄灭之前呢、啊，赶快钻入了一个旁边一个药饭花子，就是掰咖的拿着铁拐的，就变成铁拐李，贫贱。女就不用讲了，就是长得漂亮，
没有漂漂亮亮的和弦鼓，有善良的和弦鼓，它代表的是什么？男女老少，贫贱富贵，这接不接地气？但它有代表性，所以它可以填补人心灵之中的空虚。所以八仙很早就有，但是人物不同。淮南子时代，刘安，淮南王刘安时代，他就是在练，他是道家中人，他的神仙思想，而且道学思想，甚至道家思想，境界非常的好。所以那时候就有淮南八仙。到了唐末五代的时候，又有所谓的蜀中八仙，蜀是四川那个蜀，蜀中八仙。到了唐代杜甫的年代，杜甫的诗里面又提到什么？酒中八仙，喝酒，就讲到了什么？酒仙李白，这些人，酒中有八仙，八仙的人物都是不了不起的人物。真正慢慢现在的这八仙的人物慢慢定型，是在金元之后。金元之后，这人物慢慢定型，到了元明的时候，就毫无争议的。所以从金元之后才形成的。贵为皇帝的雍正，他心目中追求的那个道，透过这个八仙，能够把他的内心的情感做一个抒发。因为雍正是一个很严酷，对自己也是严以律己的一个人，人家有历史上形容他是一个酷吏。他情趣，他也不像他的儿子，那个给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到处去留情，他没有那个时间，他在位只有总共才13年，跟他批阅的公文就是历史上皇帝里面批阅的最多，批阅的最好，暗神劳读啊，日理万机，他的心目中他需要，所以为什么他的瓷器做得这么好？所以明看成化，轻看雍正，他的瓷器精巧精致，而又代表他情感的一种移情跟情感上的抒发。比如他喜欢陵园景致，他透过瓷器上的陵园珐琅彩啊，或者粉彩陵园，他好奇神仙之术，就透过这个八仙，这个八仙尊，这个尊来抒发他内心的一种信仰上的一种情感，那种奔放。八仙无所不能啊，无所不能，而且每一年都要聚会去给王母娘娘去祝寿，所以八仙祝寿图啊，所以这都是王母娘娘又超人的什么，连蟠桃会的一个蟠桃就可以3000年了，可想而知，这是透析了雍正皇帝他的内心世界。我再给各位转一圈，透析雍正皇帝内心世界的这么八位道教的神仙，这八位道教的神仙，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瓷器上，把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就透过这八位神仙，能够让自己嘛，心目中的追求的理想，透过这意识，就透过这种什么，这种信念，帮我们传达我们的一种追求，或者我们的一个理想，或者我们一个修行修养的一种境界。他们都是从平民老百姓而修成仙的，人人都能成仙。记得，人一辈子，哪怕要离开这世界的那一天，一辈子都不能离开一个字：修，修行。要是说弘一法师讲的慈悲，人的一生不能离开慈悲，那佛家。那道家的思想，一辈子都不能离开一个字，修。什么是修养的修，修行的修。好，我们今天说到这里，谢谢各位。